恁讲的有影是无影？你已经甲迄插画家梁玉飞安尼，啊，即马阁要考联名咯？是啊，所以今日请你来，就是要讨论这个代志。我已经看到陈老师替恁画出来的魔神尊图稿，甲我想的足像的。咱若要伫市场上竞争，不如联合起来，甲魔神村的妖怪，甲牛奶跳卫星包中结合，咱就当做伙谈啦。是啊，品牌联名有加成的效果，安尼会当公司提高咱双方知名度，合作总比竞争更加好，这是双赢。啊，唔知影你有啥物款想法？唔管是啥物款想法，咱来提出来做个讨论者。不讨论安尼就好呀。洪宇飞，我过趟就着恁板带同路来做宣传。啊，不过魔神村完成，唔知影该等偌久。若是即卖就甲恁联名，我惊会去拖累着恁的进度的。其实你唔免伤过烦恼啊。新之泽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啊，我甲子祥对魔神村真有信心，而且我阁想要插花啊。我想要跟你做的生意，唔那是魔神村呀。绿飞，你一定阁有甲新之泽合作几个商店街，阮办台产品遐尔啊多，若是会当放伫商店街卖。对我来讲，也算是一个真好的通路。商店街有阮办台的产品，咱大家是互相帮助，对咱大家拢有好处。所以啊，咱安尼做是鱼帮水，水帮鱼哦。啊！我反对。大姑姑，你哪会用因为私心，就跟阿妹有半片的魔神村合作？先莫讲新之泽的台湾别馆，连去都压袂去，迄有可能化修就修。魔神村应该是一个实验性质的做法呢。咱万代甲这种纸上公司讲合作，别人会叫是咱无出路啊！家己讲家己的招牌。表姐，你敢会想想做啊？台湾的新之泽今麦已经在进行中，咱要爱卡位，当然今麦就要开始布局。而且魔神村。搁伫个客位中，就足侪人咧问啊。等做成了后，咱才要插旗啊，安尼就收班啦。做生意甲跋筊迄是无共款的呢，爱先求稳定，袂用个冲动。以咱万代这种规模的公司哦，稳健经营迄才是上重要的。即马着搁话讲要联名，迄根本就是一种冒险的做法啦。我认为哦，上起码嘛要等到魔神村起到一半才搁讲。这个代志决定了。云云啊，你即马无在公司上班，这个代志轮不到你来插手。我是放假的一份子，我当然嘛有讲话的权利啊。方云云，别搁乱啊！这个代志就安尼决定了，你无代志当出去。阿仔，阿仔，我唔是来乱的啦。我是要买一寡哦路边摊的小吃来给子祥的。子祥拄当来尔，就随叫啉着副总的位置，逐工足辛苦的。我想讲买一寡伊爱食的路边摊小吃来给伊啊。阮即马伫咧开会，你敢袂用莫用这款小寡代志来搅扰阮？这是我千辛万苦去排队甲你买来的呢，你哪会讲这是小寡代志啊？云云，即马上班时间。你要出去啊！别影响着阮开会。我唔对，小姐，麻烦你先出去。啊，那无，我莫讲话，恁继续开会啊。请恁，我伫咧边仔学习，了解恁以后的做法。假使将来若是有需要我斗相共的所在。我唔只会赶紧进入状况。你，恐惊阿姐短时间内无说你来操办公司的代志，所以麻烦你先等伊休困。